去除不残胶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是很麻烦。就算你用一些去除的喷剂，然后你还是要。也是要很认真的，就是一直去擦它，然后才可以把这个上面的胶去除，然后恢复它的锐利程度。这实在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每次拍摄完，其实都是要有这种比较麻烦的善后的工作，但是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会发现不残胶。剪刀是真的很重要，是因为就算你用这些比较厉害的喷剂去实际进行清除的时候，它是除胶的嘛，除胶的这种喷剂去去除的时候，事实上还是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它们擦干净。虽然说是也是不是不行去除，但是事实上是一个很费工的一个行为。关着除胶剂大概90块到100块。其实你可以选择一开始就买一个不粘胶的剪刀，你不用这样子擦，然后还有可能会不小心的割伤手。除胶真的没有这么容易，尤其是上面像这种没有涂层的，更是根本就是灾难。有了喷剂之后，还是很难去除。